大家好，万众期待的 Total War 系列《全军破敌三国》终于出咗啦！今次唔系介绍游戏，今次系介绍呢一批限量嘅铁盒版俾大家知道嘅。唔系讲咁多啦，马上拆俾大家睇下，里面到底有啲乜嘢喺入边。仲有一样嘢想提下大家嘅，最新嘅版本已经可以支援埋呢个 Mac 同埋呢个 Linux 啦。首先就系成个包装都系铁盒，非常之实在，而且有翻唔上下重量，系近年少有嘅作品。好，忍唔住啦，系时候要拆开俾大家睇下。今次世嘉出得嘅盒装版都唔会好求其，斋睇呢个包装同埋外盒个设计都非常之用心，唔会好似其他公司咁得个盒。好啦，系时候解开俾大家睇下啦。先嚟就有个分地区嘅外套。因为世嘉的作品一向都会有地区的限制的。之后就看看盒子里面。放的东西都放得很整齐。先来就有一张大地图，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手法版才会有的 DLC 黄金之恋资料片送的。里面还发现了一张教你安装说明的说明纸。最后当然不少得就是游戏的安装碟啦。哇，竟然有三只碟咁多，成60G。如果家里的宽频慢啲嘅话，呢啲光碟就是一个救星啦。提提大家 ，DLC 的序号不是游戏启动码，系仲有张大地图未开嚟俾大家睇下添。哇，都好大张，有成个中国大陆的地图啦。背面仲有主要嘅武将造型，所以大家既然肯俾钱买呢只游戏，就不如用同等嘅价钱嚟买一个限量嘅铁盒版啦。顺便可以支持一下我哋嘅实体店啊！再提一下大家，游戏嘅启动码系贴喺光碟嘅底部。多谢大家的支持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和 share 出去，下次会继续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产品，拜拜。